尔奇伦排名第五位，是的，而对手是排名第四位。嗯，像两人也就差了那么15分啊，是的，分数是很接近的。嗯，而且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的感觉就是两个人都是打法很硬朗的运动员啊。而奇伦呢，曾经还在龙舟队当中有飞膝 Q 过对手，没错。而对手卡纳哈亚特这边呢，也是身披两个冠军啊，一个是 X1 的重量级冠军和 HFC 的冠军，所以实力也是不容小觑。而奇伦的话一直都是属于防反型的选手，没错，不太喜欢主动出击，或者说进攻这个频率啊不是很高，没错，所以有时候之前看他的比赛的时候我们也挺着急的哈。嗯，好的，低扫加后手。所以现在看哈亚特还是在场面上还是一点点的往前压啊。嗯，但是奥尔奇伦小心，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别被他压到了龙网边。哦，一后手，双方互相抡拳。嗯，一个后手，再来一个，两人都是拳都很硬啊。没错，每一拳都塞出了自己全部的这个力量。对，而且两个人就是重拳的模式也很像啊，都是给完前手之后用后手打重拳。而奇伦这边的教练团队也在龙外跟他喊啊，好的，后手直接打倒了。但是对手啊，连续的摇闪，对，这时候摇闪的话，赶紧用腿，又是左右的轮摆，有没有机会？不要停，继续继续，这个时候哪怕给对手干扰，对，要持续的出拳。你看现在情势对于哈亚特来说很危机，没错，但是他现在躲得很好啊。是的，而奇伦这打出了好多空拳。没错，现在只需要一下正中要害的重击。是的，所以现在对于奥尔奇伦来说，千万不要停止自己进攻的步伐啊！啊，对手想要抱摔延缓一下奥尔奇伦的这个节奏。没错，作为奥尔奇伦还是要对继续出拳，继续出拳。好的，对，前手拳不停的前刺，要给出前刺，继续上后手，要多打组合拳啊！这会儿。漂亮！哇，这哈亚特吃了这个飞机还能站着，再来一个，连续的击打啊！裁判暂停了比赛。斯蒂夫第一时间叫停了比赛。对，而奇伦果然是一个喜欢抓机会的选手，而不是乱进攻。没错，先是一个摆拳把对手打倒之后呢，虽然连续的进攻对手都在躲闪，但后来又是用一个飞机奠定了这场比赛取胜的基础。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在榜单战当中排名第五位的奥尔奇伦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3分24秒，红方7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颁奖嘉宾英国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中国区执行总监方德贵先生为获胜方颁奖。感谢颁奖。